语音助理，OK，Google，搜寻，智慧碰撞，对话未来 ，B，英文的 B 15，结果出现这些内容，人工智慧的，哦，这一项啊，这一项，就是在香港九龙开会的，哦，蔡老师、蔡教授受邀 参加呢，很优秀，会在智慧碰撞对话未来 B 十五的。微信群组，哦，介绍，有问题问他，他会回，找时间回答，优秀优秀，还可以开直播来介绍，优秀优秀，微信说要准备开一个直播了，为电商的直播的商机啊，哦，是很大的商机。双马是马云跟马克斯克，马斯克。马云跟马斯克，哈。嗯，还有 LQ 的爱的智商，LQ 的 L 就是 Love 了，Love 就是爱了，爱人的智商，Love Q。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导致啊？三毒贪嗔痴啊！哎呀，来自于念头不正啊。有那个书叫做《说病》啊，说那个病原因都是因为五常人力理智性呢、欠缺、有问题啊，缺陷呢、造成了心肝脾肺肾种种的问题。众苦之因，贪欲，贪欲为本啊！年轻人纵欲啊，男女的欲望放纵，损耗精气神呢、气跟肾呢、你的能量呢、能量消耗，当然会影响到健康维护，所以要寡欲啊，爱惜精神啊。由他日担当宇宙啊，精气肾啊，精把它叫做形状的形，所以不是只有形状那个蛋白质的物质的部分，还有气，还有肾，精气肾是人生的三宝啊，没有人生三宝，生命不保呢。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；人有三宝，精气神；地有三宝，水火风。要悟道，要修道啊！有道才能长久，才能健康，得道多助啊！为了要提升自己的知觉啊、领悟力啊、智慧啊，了解宇宙更多，生命就是了解更多、跨越更多的行星啊。要学佛了，佛都讲到三千大千世界了，心境这国土境啊，佛心境这火土境啊。
有些地方是灵性才能到的地方啊。人工智慧可以帮忙人类入那个深海啦，入水沟啦，入体内的水管啦，还有那个法官判案审判啦，帮助啊，很厉害，快速找到相关资料做研判。也有人了，有一些活动，有一些记录啊，透过网路，透过机器人的搜寻哦，很快就找到了。比对还会比对研究，智慧高啊！看，那人类有智慧，要灵性才有想象力啊！电脑机器人，没有办法，要缺少灵性就是有差别，不能疯狂，要有智慧啊！狂人马斯克，哼，要颠覆八个行业。哦，马斯克有野心呢。达摩院是什么意思？在佛教说，达摩是花，佛法的花。警惕人工智慧啊！那赫马斯克、马云都担心人工智慧将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